六七十斤啊！这烟钱，家务特地跑到屠宰场去买的，然后就买了这一点，全部买了就这一点，差不多六七十斤吧。啊，今天过来准备给这个坑中恩打窝一下，我们期待好窝多多。这个今天花了我100多，来来来，给他打下窝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全，一路来赶海防坑。好，这个前几天在这里面下了六尺斤那个盐铁，六尺多斤盐铁。好，今天过来给他谈一下，这个是来自安徽的雷先生包的坑，毕竟已经在那边看错了，我们旁边去等，期待收获多多，好货多多吧。刚下来就看到大货了。看你原来还在游，哇，大海钓，哇，一斤多的大海钓可以哦，这炖它真好，哇，这边还有，哎，看来这拿我洗了，哇，那边还有一条大货，哇，还有，哇，遇到钓群了吗？这边，哇，大红鱼啊，给它先捉了，进桶吧，来，你往哪里跑？有是没用的，是没前途的，跟大家回家才有前途。好，这条，村子，这应该有个将近一斤，应该是有了吧？给他先做了，不管。对，石斑鱼，我最喜欢的就是石斑。哎，这边，等，我石斑先给他抓起来。哇，这条石斑应该有个两斤吧？有了哈，给他先做了，不管。这边，我刚才看到什么东西了？啊！发财了！哇！这么大的老虎鱼啊！哇，我好久没抓到过了，这估计有差不多100多天没抓到过这么大的老虎鱼。哇，这一条就发财，这一条应该看，这都成精了，这背上都成这样子，一点一点的。哇，这最起码有个8连左右，一条就能。值个几百块，300应该肯定没问题的，给他先走了。这个不也没抓了，再打不开玩笑下去。哇，这边又多了一条，那我等一下抓你，等一下我这次先来。今天，这发财了，这今天捕鱼，哇，巨毒海货，这一条应该有个6连。差不多300一道，6连多，300一道，给他先抓了。现在抓这只溪头，可以哦。哇，这溪头不管是尖还是看，真的特别尖。给他先抓了。哎，这边也有。我刚才摸了，我还有摸了几遍，还以为这边没有。哇，这条差不多7连应该是有的。这个。村子拿出鱼清蒸特别好吃，我就喜欢吃这村子清蒸，然后上面再淋一点那个热油，哇，那个下饭特别给力。这条怎么尾巴？大鸡头，大鸡头，这也算是大鸡头了，给它先做了。这边我又看到一条海货，哇，这条是我刚才没抓到的，让它那边游到这边来，哇，大海钓，这条应该有个1大1斤多吧，可以哦，给它先做了。一只鸡头，哇，这一抓到它就开启战斗模式，尾巴都小心。过来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大全的最爱，哎呼！哎，别跑！哦，好大吗？哎，还有一条，哇！啊，这条应该有将近1斤吧？还有一条，我刚才看到还有一条。嘿，这两条是两夫妻吗？我再摸一下，还有没有？看看他有没有带孩子出来？
感觉这连夫妻也不打，要是带孩子出来，孩子也不打，那就这两条就先给他做了。这意味着我断他正气啊！雷先生，这个真的是断他正气。然后这猫砂里面都是那种软骨，可以直接吃的，直接炖汤可以，连肉带骨头一起啃的，给他做了做了。哇，来又找了一遍，没火了。那我们直接看周火吧。哇，直接还火一堆呀、啊！哇，两条乌鱼，两条猫砂，好像三条大黑鲷，还有两条这个村子，还有一条石斑。去给你的，今天是这两条。大乌鱼啊！哇，这条这么大的，8年多了，我真的是有一年没抓到，这一条就能值个3-4百。然后还有这条。我这两条给你吧，这两条大锤，不是大锤发财，雷先生就发财了。这两条应该就可以是个差不多6-7百吧，1斤多肯定有。然后其他的这些赚起来，今天这些应该可以做保底。别看鱼货不多，然后保底1200应该没问题吧。那也直接发了个脚财，也挺不错的。我这也就6-7十斤盐水换来的。那好了，那我抓紧拿回去给他处理一下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，然后喜欢大全的帮忙点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